笑不活了，汪小菲这是真带着父亲和亲戚了，谁带我爸和我前丈母娘。哎呦，你看我们都能其乐融融的。汪哥你也太客气了吧。10月7日，汪小菲晒出带父亲和前丈母娘 S 妈聚餐的视频，视频中一行人都非常的高兴，尤其是 S 妈显得格外的兴奋，对着镜头挥手和网友打招呼，还把手放在了汪小菲父亲的肩上，两人的关系相处融洽，举止亲密。不少网友打趣道，汪小菲这是真带父亲去和亲了。此前张兰在直播间带货时曾开玩笑表示，为了搞定 S 妈，让汪小菲能顺利接回孙子孙女，提出让汪小菲的父亲去和亲，直言是为孙子献身。汪小菲和大 S 还没离婚时，大 S 就曾撮合过汪小菲的父亲和自己的妈妈，如今汪小菲父亲和 S 妈终于同框了，这两家又要有新剧情更新了。